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于谦，又到了咱们聊天的时候了。我觉得上期呢咱们聊了聊酒，哎，这集呢咱们就聊聊菜。喝酒嘛肯定得吃菜，中国人还讲究喝酒呢，这必须就点什么菜，而且还有酒菜儿，还有饭菜儿。酒菜儿就是喝酒的时候就的菜。哎，你老听这个电视剧电影里边，来来来，哎，这兄弟来了，或者大哥来了，哥俩喝点，叫媳妇来给我们做俩酒菜儿，喝完酒了来再给我们炒俩饭菜儿。哎，这是喝酒的，那是就饭的，还不一样。话说回来，也确实得这么区分。你想喝酒的人我知道啊，不喝酒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体会。您说这个喝酒就的那菜啊，它只要嘴里有点嚼头，有点味道，哎，你不能吃多了，哎，这老嚼着吧还吃不多，又能压嘴里那个酒的那个辣味儿，这叫酒菜。你不能说呼来点炖牛肉烙大饼，弄几两酒还没喝两口，你吃三块肉饱了，这就不叫酒菜了。饭菜呢就能下饭的那个菜啊，你说你真来盘花生米就碗米饭，那是也是咽不下去。所以真得分个酒菜分个饭菜，所以中国人吃饭就讲究，喝酒也讲究。但是你说什么是酒菜呢？其实现在有人也乱，什么都能下酒。你说来个溜肉片，来个木须肉，这叫饭菜。但是下酒可以不可以啊？也可以，只要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对吧？就少吃两口不就完了吗？吃饭的时候再吃这菜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但是说真正讲究的酒菜老北京可不少。你就在那个小酒铺里头，你老能看见什么典型的喝酒的人，就来炸个花生米，以前有那爱吃的开花豆，这个天津叫老虎豆，煮个花生毛豆，再讲究点荤的猪头肉、萝卜皮、肉皮冻、臭豆腐、干炸小黄鱼儿，哎呵，应有尽有，怎么都成。实不行了，这个找个白菜切开了，里边那白菜心拿出来，搁点盐啊，搁点醋啊，搁点香油，也是很爽口，又有味道，搁在嘴里嘎吱嘎吱的，下酒也很好。所以酒菜我给总结呀，一般就是有嚼头的，有味道的，喝两口酒，吃口菜，哎，还吃不多，一会儿还能吃饭，这么着下酒最好，所以叫做酒菜。我就记着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，有意思。我们相声老前辈于世德于先生，这一生爱喝酒，嗜酒如命，天天喝，顿顿喝，到家一去，铺底下码的全是成瓶的酒啊，朋友送的。哎，他自己还不喝这个，自己到那个酒厂去打那散酒喝去。这个于先生呢是黑龙江省曲艺团的，久占东北，所以呢这天冷喝点酒呢可能也是为了身上热一热。爱喝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侯耀文先生曾经说过，在于世德先生去世的时候，侯耀文先生啊，我于叔这一去世，哈尔滨酒厂大概得降半旗，就这么爱喝酒。那时候侯先生、石先生到这个于世德先生家里去，这一去就来来来来，坐这陪我喝点，盘腿往小炕桌前面一坐，倒上酒。菜呢就是他自制的那小菜，怎么做呢？梨丝儿，哎，把梨切成丝儿，上面码上金糕条，拿那个山楂罐头啊，连汤带那山楂倒在一块儿一拌，嘿，甜丝丝凉丝丝，哎，这个哈尔滨屋里它东北它热呀，哎，吃着那个它感觉舒服。我也有一道自制的小菜，我这菜呢一般人还吃不着，哎，我有马场啊，马场里养马、养羊、养牛，我自己种的苜蓿。哎，您别看这苜蓿啊，给牲口吃的，特别好吃，人吃也特别好，那是长纤维，而且是植物蛋白含量特别高。每次到苜蓿长起来的时候啊，我掐尖儿，掐那个苜蓿草那个尖儿嫩啊，掐尖儿拿开水一焯，
搁点盐，搁点蒜，倒点香油，放点味精，那再来点麻酱，这么一拌，哎，下酒特别好。但是呢，这玩意儿就只能是春天夏天啊，一到秋天的苜蓿也长老了，冬天一黄也就没得吃了。但是我直到现在喝酒，我都从那个马场只要有我就摘下来这么吃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发明。当然了，北京还算物质比较丰富，东西的花样比较多，所以他吃这吃那个的能够列出来好几十种这酒菜，冬天有冬天的，夏天有夏天的。那别的地方有的就不行啊，您比如说内蒙，那好家伙，你甭说你找萝卜找白菜找花生找毛豆，那就是肉没别的。那人那地方喝酒也厉害啊，他就什么，他就只能就肉，甭管酒是饭，酒也是肉，饭也是肉，主食也是肉，副食也是肉，没别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到内蒙去，好，那次给我惊着了，那个酒喝的，我记得我到那儿去第二天是当地的那达慕大会，那达慕大会在当地内蒙的地区那可是非常非常隆重啊，那都是水草丰美，牛羊丰产，就那时候人才举办那达慕大会庆祝一下。那达慕大会呢也热闹啊，开大会唱歌跳舞赛马雕羊，呵，好些项目。为了这个庆祝第二天那达慕大会，筹备之前呢，这个政府就在那个草原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台。我们头天到那儿看人那台了，我说第二天这就是那达慕大会，我说台周围他拿那个帆布啊，四角钉的钉子呀就都钉在地里头，帆布中间呢一根沙高，就一根木头杆子就把它杵起来，然后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跟那儿好几个。我说这是什么呀，在场地周边啊立着这个，介绍人就说这个呀就是第二天明天那达慕大会的这个饭馆。我就没明白，我说饭馆就这么一帆布支起来就饭馆了，但是你不懂，明天咱们来的时候你看。第二天早早就到了，就看那牧民啊背着一口锅，拉着一群羊，这羊身上呢背着柴火，到了自己这摊前头，把这羊啊往这一放，头羊只要一拴好了，其他羊不跑，就跟这站着，找几块石头把锅架起来，里边放上水，把柴又填好了，把这水煮开了。这时候呢，这帆布支起来那棚子呀，里边就坐着人了，底下铺着一块毯子，这人就都席地而坐，坐毯子上。这老板就是，您要几斤呢？哎，我要三斤。啊，您要几斤呢？我要二斤。啊，您二位要几斤呢？啊，怎么要七斤？哎，您别看，可没多说啊。人家那地方吃羊肉，让我看就叫糟践着吃。好家伙，连骨头带肉，俩人能吃个六七斤。大概齐，凑够了，说这几个人，哎，凑够了三四十斤，那差不多是一只羊的分量，出去了，到群里边挑一只羊差不多分量的。这时候呢，水也开了，就把这羊肉就都搁进去了。大概也就是一刻钟到二十分钟，你要说咱们这儿煮炖个羊肉炖俩小时也未见得烂，人那儿就是一刻钟到二十分钟，里边还带着血筋呢，生不生熟不熟的就那样就出锅了。呵，这三斤那五斤这六斤那八斤就都分了，再有来的呢再说再算，大概从杀羊到吃饭也就半个多小时。呵，坐的地就吃这个下酒，酒可不是咱喝那一杯一杯的，那是一碗一碗的。据他们说，拿肉下酒，这个能在胃里边形成一个这个油的那个保护膜啊，它能多喝。后来实际上人家也给我介绍了，说这不是肉的功能，是当地那奶茶，奶茶喝下去，真正的奶呀，能在胃壁上形成一个黏膜，它能第一保护胃，第二能多喝酒，这么个意思。你说人家当地人家也有道理，人拿这下酒也挺好。嗯，反正最起码我吃的习惯，包括到那儿什么，就这手扒肉啊、奶茶呀，就是奶制品，就那些东西，我吃的非常好，能多喝几两。你说这是草原，北京和草原就蛮不一样了呗。你就到了天津，海边了，海边呢就跟北京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，鲜货呀、海货呀，是吧？炸马口，
就是海边上海河里头的，一般淡水和咸水混在一块儿的才出这鱼呢。那鱼长得不大，上来以后肉也非常鲜，跟咱小鲫鱼差不多大，拿盐一腌炸着吃下酒，这好。到了张北，张北吃兔头啊，那地方旷野荒郊的，这是这个平原跟草原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这么块地方，坝上嘛，所谓的就那时候产兔子啊，满身遍也都是兔子，这一锅没有兔肉，全是兔脑袋。到那儿去吃饭给我吓一跳，哎，到一小铺里说咱凑合吃点饭吧，那次去张北，哎呦，说可以啊，就这小铺我看着挺好的，咱就进去吧。一人要点酒，说您这儿有什么酒菜啊？锅里炖着呢，旁边一炉子，炉子上放一大锅，锅里炖着呢，就什么呀，你自己看看吧，你挑吧。好家伙，我这一掀锅盖啊，热气腾腾，等这个蒸汽过去以后，我往锅里一看啊，一锅兔脑袋码得整整齐齐，都是脸冲上，一个个呲着小牙看着我，哎呦呵，吓一跳，我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他们说这是兔头，当地的特色，哎，那就是也符合我刚才说这个，有嚼头，有味道，肉又不多，是吧？拿它一喝酒，酱的黑红黑红的，好极了。所以说各地下酒菜各有不同。到南方茴香豆啊，孔乙己不是经常的茴香豆吗？其实这茴香豆啊，就是咱们吃的那个蚕豆。就跟开花豆差不多，只不过做法不一样，原料是一样的。那来碗黄酒，来盘茴香豆，阴天下雨，整天是开不开天儿，坐在酒馆里头，这黄酒又暖胃，吃着茴香豆对身体好，驱寒。所以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下酒菜，都根据气候，根据地域变化。但是你到哪儿去吃这个也好吃，配合着当地的气候，配合着当地的人文文化各个方面，你怎么觉得在当地吃这怎么好，你拿回北京来还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到全国很多地方去，到那儿吃这好买回来到家吃不行，到那儿吃那好买回来到那儿拿家吃不行，所以说还就得在当地吃当地的特色美食。中国人地大物博嘛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，哎，但是外国人就不一样了。你们经常见着在外国，外国人也有喝酒的呀，波兰地呀，哎，威士忌啊，啤酒。但是外国人我觉得不讲究，吃饭喝酒，外国人喝酒好像不就菜。你在北京酒吧里您横也见过，这老看的老外甭管一人是俩人，坐在那儿要扎啤酒，蹲在桌上干拉，用聊天下酒，拿一扎啤酒一坐一下午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这怎么也得嘴，你在酒吧里看着这咱们中国人有的呢，即便是酒吧里不卖什么菜，他怎么也得一人来点薯条啊，来点锅巴呀，你拿他下下酒啊，你哪能就什么都不吃。所以说我觉得在吃喝方面外国人好像没有那么讲究。有好些人也说我，您别这么说人西餐，您这带着一种眼光，有色眼镜看的，西餐也讲究着呢，东西人都是量化的。这个东西搁几克，那个东西几盎司，我说你爱几盎司几盎司吧，反正你们谁爱吃谁吃，我还是吃我的开花豆，吃我的那个猪头肉挺好。所以说外国的咱们吃不惯，但是中国餐我还真成，不单成我还有点研究。到现在做菜我也有自己的几道拿手菜，有朝一日咱们要是真能见面坐在一桌上了，我给您耍耍手艺，哎，一葫芦也一桌菜，照样让您吃的特别高兴。还有一种酒菜我自己做的，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啊，老北京人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，也会做这个，不过我觉得我做的可能有我自己的有点特色。您吃肉皮冻吗？喝酒的时候就是它也挺好，这可能也都是穷人的吃食啊，以前吃肉吃不起，就买点肉皮，把那肉皮里边的胶质啊给它熬出来成了冻，然后砸点蒜弄点醋蘸着这肉皮冻吃。我做这个呢是老北京做法，它不叫肉皮冻，它叫豆酱，这就比肉皮冻麻烦了。你要不你就搁猪头，我反正每年春节我都自己做一回，买一猪头，整个把它劈开了剃好了，
把里边的骨头弄出去，把里边的肉啊皮啊留下来，要不够呢里边再搁俩肘子，搁俩猪蹄儿，反正这些带皮的东西吧都给它熬进去，肉少皮多，熬进去都熬化了，它搁上葱姜，搁上大料，里边得搁什么呢？得搁青豆、黄豆、水疙瘩、青萝卜、胡萝卜、香干，把这些东西切成丁，搁在里头一块煮，把这些东西煮熟了再形成冻，把上面的油撇出去，这里边拿刀拉着一块一块的拉到案板上，切成片，蘸醋蒜这么吃。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下酒菜。甭管怎么说吧，到现在我也认为是吃喝方面中国人真是讲究。那当然了，咱们自古就有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，吃饭是最大一件事儿。现在我们也有讲究啊，我们老说出去混口饭吃去，对吧？那要是吃不上这饭或者吃不好这饭，那咱就别混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吃上还是得讲究的。